西亚来台发展演艺事业的同志天蔡祖兄，日前在脸书大方认爱23岁的乌克兰正妹加纳，公开两人是从炮友发展成正式交往的恋人关系，引发外界关注。小两口公开恋情之后也越爱越高调，除了不时会晒出亲密的放闪照，祖兄21日还在 IG 曝光一段两人互相求欢的影片。只见两人在这段22秒的影片中，不但在厨房里热情舌吻，加纳后来还用双脚夹紧男方的身体，令大批网友看得脸红心跳。两人的甜蜜互动也闪瞎大票网友，意外在网络上掀起不小的讨论度。